主料：带肉鸡骨400克，萝卜200克，豆腐丝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、葱、胡椒粉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带肉鸡骨用开水焯烫，去掉杂质，添入没过鸡骨开水，加入葱和姜，大火煮开，小火慢炖一个小时，成为浓白鸡汤。萝卜切成细丝，豆腐皮切成细丝，锅内放油，放入葱花炒香，放入萝卜丝炒软，加入豆腐丝翻炒均匀，加入鸡汤，将萝卜和豆腐丝都煮熟，调味出锅即可。出锅后可以撒上香菜食用。烹饪技巧：煮萝卜时最好开盖，可以让萝卜的辣味散发出去，味道会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